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以上，一哦，很棒，好，能听见吗？好，
厉害。
像是对不对？不对，哪里有不对？哦，为什么？这个是我们在那里用的，就是给大人用的，同时也是这东西跟你一样大的，这个是跟那个我比较大的人，是老师啊，是爸爸妈妈，对不对？哦，好厉害！你考试一百分呢，很棒哎！
礼拜我们还要再请一次，我们要每个下礼拜五。